大除夕了，是吗？到了明天又添了一岁了。表妹，大表哥，大少爷，我赶着过来跟你们一块给老太爷辞岁的，又恐怕赶不上。姑妈，您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刚在预备给爷爷辞岁。姑太太，秦小姐，大少爷都预备好了，就请大少爷去请各位老爷太太、少爷少奶奶、小姐小少爷出来给老太爷辞岁了。好。就请姑妈在这坐一会儿吧，我先去请他们出来，再去请爷爷。好的。那爸，就请您到大厅里去预备给爷爷辞岁。好，我就来。大厅上已经都预备好了，就请您跟四爸去给爷爷辞岁。啊，四爸在五爸那儿，你先去叫他一声，我就出来了。好。就到大厅上去给爷爷辞岁。好。哎，不要忙，来了这下再去，等一会儿再来好了。妈，姑妈跟亲表妹已经来了，在大厅上，就请您出去一起给爷爷辞岁。您放心，你去请二少爷、三少爷去给老太爷辞岁。是。我去，我去。淑华，赶快换衣服。好了。您就去。哦。二弟三弟，哎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少爷、二少爷跟三少爷回来没有？给爷爷辞岁吧。好的。
在是晚上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呀？哦，没有什么，我不过想想这个时光过得真快，又到了梅花开放的时候了。原来是为着梅花。海豚，我们去给爷爷辞岁。苏妈，弟啊，你就去请爷爷出来吧。是。他们还没有回来。他怎么还不回来？三弟，你觉得冷吗？不，我很兴奋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是不是因为学堂里先生说你今天演戏有了进步，使你兴奋吗？那倒不是，不过我对演戏倒感觉到有了兴趣。可是你的胆子还不够大。对了，二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一到台上胆就小起来了。你还得好好的练习练习。又到了我们的家了。这是什么客人做来的轿子？二少爷、三少爷，这是姑太太跟秦小姐做来的。秦表妹回来了吗？是的，二少爷。林凤，你为什么站大门口啊？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有什么事。哎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？里边都预备好了给爷爷辞岁，就等你们两个人呢。好，我们去。哎，你们穿这个衣服给爷爷磕头，那怎么成呢？赶快去换袍子马褂。我去请爷爷。好。预备好了。我就来。是，爷爷。秦表妹，七爷，外面在下雪，你们是坐轿子回来的吗？不，我们是走路回来的。三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，最怕人家说他坐轿子。大哥说我是人道主义者，我看大哥倒是一位标准无抵抗主义者。啊，二表哥，你们学校里几时开游艺会呀？大概在明年春天吧。哦，亲妹，亲妹，待会儿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啊？你告诉我。恭喜他爷爷！
恭喜他爷爷，恭喜他爷爷。来来来来，这是爷爷给你们的压岁钱啊。七仓，现在我们已经是四代同堂，只差一代。等这个孩子大起来，娶了媳妇，生了儿子，那就名副其实了。你们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？这句话是我多少年的梦想，费了不少的辛苦，才有这么一个局面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你们大家要极力的保守这个家业，不论世界怎么样的变动，我们要照老规矩做人，要讲究忠孝节义。比方现在那些洋学堂念洋书吃洋教的，简直是狗屁，他们丢了长袍马褂不穿，要穿什么洋衣裳，硬要说是洋派，我看他们简直像那些台教的教父。我不愿意我们高家的子孙学那种坏样。今天晚上大家不要拘束了，随便地玩玩好了。先再回去吧，也好也好。那么秦妹，到我们房间里去谈谈怎么样？好，让我去跟妈说一声。可不要耽搁太久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学校里明年预备招收女生了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了。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？你不相信，可以问三弟。我并没有说过不相信你的话，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。事情倒不假，不过到四川这种社会的情形，是不是允许男女同学，那倒很难说了。我一定第一个去报名。李凤，哎，今晚上我回去就跟我母亲商量，她或者没有问题，只怕婆婆会反对，还有亲戚们也要说闲话。哎，什么？就两根？我只有两只手啊。你的嘴真厉害，为什么不用插盘呢？你把这两杯茶装在秦小姐跟二少爷去喝吧。
少爷，你让我过去。三少爷，你让我过去吧。林凤，林凤。好，三少爷，你让一让吧，太太叫我呢。我也有事要你做呀。你放我过去吧。好，三少爷，你让我做什么事我总是做的，为什么还这样作弄我呢？林凤，太太喊你去装烟呢。哦，来了，三少爷，你放一放。你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叫你你不答应？我给三少爷端茶去了。端茶也用不了这么多时候了，你又不是个哑巴，为什么叫你你总是不肯答应？快去。啊，是。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够做得到？牙齿倒能够做得到了，真是梦想，真是梦想。哎，匈奴为灭，何以家为？三弟，你又在发什么疯啊？我发什么疯啊？你想，我们何必要这种大家庭？四代同堂，五代同堂，不过多造成一些阶级罢了。我真是，这话对。比方我将来要到男学校里去念书，反对的人一定不少，可是一件事业的成功一定需要不少的牺牲，现在就让我来做个牺牲吧。你能有这种决心，事情一定成功的。希望秦表姐永远跟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。那个当然，我现在到妈那儿去，等我回去我就跟妈商量这个事情。祝你成功。秦真是一个勇敢的女子。想不到像秦表妹这样活泼天真的女子，她也有她的痛苦，真想不到。哎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，我也有的。嗯，你也有痛苦，你的痛苦是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我不过说着玩的。嗯，去睡呢，我就要睡了。
是什么稀奇的事情，现在的北京上海都早就实行男女同学了。我不跟你说这些。妈，您答应我吧，您对于我的事是从来不拒绝的。是的，因为我从来不拒绝你什么事，所以受了不少的嫌弃。不过这件事太重要了，不要说别人，就是你的外婆第一个就会反对的。妈，您不是说过为了我什么嫌弃都不怕吗？你珍姐先去睡吧，好在这是明年的事，将来再商量吧。又是一年过去了。妈，我憔悴了，我要玩呢。海晨，你睡吧，时候不早了。海晨，别闹了，好好的睡吧，你又大了一岁了。哦，你也早点睡吧，今天也够你累的了。你睡吧，明天一清早我就要祭祖的，我也不想睡了。把你的照片也放在这个里边。
请拿着呀，请拿呀。决心少爷，你们的事情并不是我不肯，就是你的爷爷也很反对，他说你的婚礼要由你自己做主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老实告诉你，没有我已经许配给隔人家了，你们表兄妹从小在一起，感情好一点是可以的，不该想到别的上面去。唉，这倒怪我老糊涂了。梅表妹，事情真的就这样完了吗？大表哥，你去吧，你忘了我吧，我们的事情是完了，你待我的好处我是不会忘的。哦，梅，你去吧，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也很辛苦了，早点睡去吧。是。这样要紧，我又不抢你的看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实在看的心情太好了。哎，听说你的事情已经由姑妈答应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念书的问题？是的，二表哥，他答应不答应没有关系，我们同样是一个人，我的事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。你真不愧是一个新女子。哎，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，田家的梅表姐回来了。是真的吗？哎，因为梅姐不死了，婆家待她不好，田家大姨母就把她接回省城来了。那么你见过她吗？她到我们家里来过一趟，她好像……哦，大表哥现在对她可不知道怎么样。大哥也许早就把她忘了，
我看梅表姐倒好像没有忘记大表哥。他们本来是很好的一对配偶，不知谁在作梗，叫妈和大姨妈起了冲突，就把大哥和梅表姐的幸福都给破坏了。其实大哥和梅表姐的相爱也是很真诚的，虽然不一定真诚相爱，总算他们年龄相当，性情相投，这不很够了吗？我以为大哥要是真爱梅表姐，绝不应该忘记她。我想大哥绝不会忘记梅表姐，忘记不忘记都没有关系。如果大哥真爱梅表姐的话，表面上就不会对她冷淡。这也难说，要是爱在心里呢？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事，男女相爱本来是很光明的事，心里既然热烈，表面上怎么冷淡得下来了呢？这话对。啊，二表哥，我已经决定明年去投考你们学校了，请你给我补习英文好吗？当然不成问题了。那么我们回头再商量一下。小姐，太太请你进去。知道了，回来见啊。你去叫他的大哥来。是。你到哪里去了？什么地方都找到了。我看一个同学去的。你当我不知道？这几天那班学生简直是造了反了，什么开会游行，你也夹在里边瞎闹是不是？这并不算是瞎闹，这是一种自卫的运动啊！你还要强辩，从今天起不许你再出去。我把三弟交给你，不许他出去，如果他跑了，问你要人拿。是。一翔，我怎么能够整天待在家里呢？既然他老人家叫你这么做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看你又是无抵抗主义，我是一定要出去的，看他把我怎么样。这样不过叫我多挨几次骂就是了。
家，家，这就所谓是甜蜜的家。三少爷，你做什么？谁叫你踩的？你够不着了，我来替你塞吧。不过这可不能让太太知道。怕什么？虽然不一定会骂我，我总不能不担心。这就是做奴隶的人永远没有伴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不是别的，我想起从前死去的大小姐。嗯，怎么样？我从前不是专门服侍她的吗？我记得。宁凤，你不要以为现在我教你读书识字是一件苦事，将来你自然会知道我的好处。小姐，您的好意我都知道，我就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我终归是给人家做丫头的。哼，这是什么话？你为什么那么样看清你自个儿呢？做丫头的难道就不是人的吗？我可不那么样想。一个人只要有志气，不怕环境对你怎么样的压迫，宁可牺牲这条性命也不可以随便的屈服。你虽然是一个给人家使唤的丫头，不过你做人要是做得有意义，说不定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还赶你不上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你是丫头，我是小姐，我只当你是我的小妹妹，所以才教你读书识字，教你好好的做人。哎，林凤，你不要难过，只要你记住我所说的话，将来我跟你找一个好好的人家。来，读书吧。因为大小姐时常这样教导我，所以我也不再看清我自己了。不然，我也不敢跟你这位少爷在这儿说话了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啊，开门。爸爸。灵儿，这个是周家来的回帖，你看一看。为什么要我看呢？淑云呐，这是你母亲的意思，她说婚姻大事也得让你自己来做做主的，因为啊，这个男家是你母亲的侄儿，他不便两面做主，所以你母亲说啊，周家那个孩子很不错啊，而且又是亲上加亲，我看
很好。嗯，你看怎么样？林凤，我问你一件事。我问你，大小姐在房里吗？在呀。大老爷刚来过了吗？刚走。你们大小姐看的八字钱怎么样啊？愿意不愿意啊？这件事糟透了，周家那位少爷是个有名的不成器的东西，吃喝嫖赌抽大烟什么都来。你想要他去下这样一个不成才的东西，他怎么不气呢？况且又是他后母做主的，这样所以他气出一场病来。啊，莹儿，你的病怎么样？我的病恐怕不会好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的讲呢？我看你呀，还是好好的养一养，而且你喜事的日子又快到了。哎，爸爸，别提了吧。云儿，我看你的性情也太刚强一点了。也许是的，不过我知道，我自个儿也就快完了。我忘记不了的就是这个丫头。我死了以后，请您替她找一个好好的人家就得了。你看大小姐对我是多么关心，临死的时候还对大老爷那么说，可是不久大老爷也去世了，这话就成了死无对证。假使我的父亲不死，也许我们……所以我一辈子只爱过三个人，第一个是我的母亲，第二个就是大小姐。第三个呢？我知道，也许你的心不在我们的家里。当真这样？啊，我说着玩的。将来我可以对太太说。说什么？我要你做我的。早就明白，这第三个就是你，而且我常常叫着你的名字。不过，我真对不起你，我过得这样舒服，却让你在我家里受罪。我真不知道你会这样的害我。你姐每天这样的跑出去，要是给爷爷知道了，我又得挨骂。你怕他，我可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可是我怕。哎，好兄弟，请你饶了我吧。那么二哥怎么老不在家呢？他呀，他每天在教秦妹妹念英文呢。你不认识了吗？
二哥。怎么不认识呢？这些个日子你们都好吗？你好，梅表姐。我还是这个样子，不过我本来就是多愁善感的。这完全是环境的关系。梅表姐这几年真好像是做了一场梦，现在梦虽然是醒了，可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说不定你还会得到幸福的。你是有胆量有能力的人，绝不会像我这样随便给人家欺负的。梅表姐，虽然环境是很有关系，可是环境是人造成的，如果能够征服环境，就可以把幸福争回来的。大表哥还好吗？还好。反正他什么事情都是无抵抗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大表哥今天还到这儿来过的呢。那么梅表姐也跟他会见过了？没有，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后面，我很想看见他，可是我又怕见他。那为什么？也许他会怨着我的。我想柔缪跟九人，他们为了神圣的爱情，也顾不得家族间世代的仇恨。你想，爱情是多么的伟大。假如大表哥有罗密欧这样的精神，梅表姐有朱丽叶这样的勇气，我相信现在就不至于这样惨了，是吗？正因为一个是大哥，一个是梅表姐。你这句话好像等于没有说嘛。他们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用去谈谈。假如你遇见了梅表姐这种情形，你怎么样？我比朱丽更会坚强一点。是吗？不然了，不相信你看好了，只要我有柔柔的精神，是不是？
不高兴做人家的小老婆。做小老婆也不错呀，你看陈姨太太不是很享福的吗？你别嘴硬，说不定选中的倒是你呢。如果选中了我，那也只好怪自己的命不好。我可不，你不知道我的事，我宁可死也不情愿嫁给这个死老头子。你近来好像是爱上了什么人，是不是？谁呀？你是不会知道的，他的名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林凤，林凤，谁呀？是我呀。啊，三少爷，有什么事啊？我听见了你们的谈话，你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听说是老太爷的一个朋友姓冯的，要讨姨太太。要在我跟婉儿当中选一个送给他。那么你我绝不去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，刚才你不是都听见说了吗？你来不来？还不过来？再不过来我打死你！快去，过来呀、啊！你真不过来是吧？过来！还是不过来？过来！你跑！花童都是从徽州定制的，怪不得这花红这么样的好看呢。你们跑到哪去了？农耕的稻子拍好了没有？老早就关照过了，等一会儿就有那个中原闹过来了。那好，我怕老太爷回头要问。那、不是来了吗？现在轮到我做庄了，快扔！